有花有点名说想看看梵根，也是这一盆梵根的话，已经好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。它的这个生长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现在这个花盆的话根本就不够它生长了，而且开了这么多花，我现在就让它开花了。这个花还挺好看哦，是不是？梵根还是很好养。还有花友说想看一下这个三角梅，这一盆三角梅第一波花已经是开败了，大家看到没？枝头上只剩下零零散散的几朵花，要不了多久又会开出第二波花来哦。这个三角梅的花期是非常长的。再去苏果区看一下。